西安，十三朝古都。西安最有名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始皇。2240多年前，秦始皇下令建造了兵马俑。这项浩大的工程至今依然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。大雁塔，西安咸阳机场的睡眠胶囊，在西安一定要去尝尝 biang biang 面。 biang 这个笔画最多的汉字是西安这种面的名字。跟随我们的节奏同步发展，来，我们的勇士加油，让大家欣赏的舒服一点。舌尖上的味道带给大家的热泪。勇士们加油，这就是来自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大山里面的佤族人。勇士为大家挑战口中飘火，嫩送上。现场朋友，下面呢，我们即将为大家带来的是非常精彩的喷火表演。这一把火非常的吉祥，虽然我们不曾认识，但是我们都是一家人。把祝福传递给大家，祝大家红红火火的日子。把祝福送上第二位，请大家接受，勇士可以用嘴巴灭火。